请教一下，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告绿营高层有明确的对象吗？譬如说林佳龙或卓荣泰。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是提出民事告诉而不是刑事的诽谤罪？那另外要针对卓荣泰昨天的脸书也跟您请教，就是他说三种模式有告知柯主席吗？他说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柯文哲还要说民进党袖手要把游锡堃做掉？以上。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会提告民事，那民事的对象很清楚，就是民主进步党的吴征发言人。然后告民事的原因是因为他身为民进党的发言人，他是受雇人，那他的雇主就是民主进步党。那民主进步党明知事实不是如此，然后放任他的发言人在扭曲，甚至造谣。这个部分的话，告民事诉讼是把他们期望他们要负连带责任。那程序上我们会以民事诉讼为主，因为这件事情它毕竟还是必须要所谓的除去相关侵害。那有关不实报道的媒体，我们也会一并提告。另外就是有关卓荣泰主席的部分，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我跟他会面的时间是1月25号。1月25号当时我们党团没有做出任何的决议，所以在此之前，在30号以前，我们都是采取开放的态度。我想，我们党团的每一个成员，包括柯文哲、柯办这边，都接到很多两党不同的来的人，希望能够表示善意，希望能够跟我们沟通有关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的选举的意向，跟希望能够跟我们沟通。所以为什么我们都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当时我们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希望听取和两党想要参加立法院长、副院长参选的相关的候选人对于国会改革的意见，对于国会未来运作议事，还有相关法案，他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希望能够听取。所以当时我们保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那卓荣泰主席，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告诉我说，他也希望跟我们聊一聊，所以我也带着听取善意沟通的立场去听他们的意见。卓主席讲的就是他讲的三件事，他认为说希望能够跟我们合作。他希望院长、副院长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是投给游锡堃、蔡其昌，第二个是投给游锡堃或国民党副院长，然后或者是第三个是投给游锡堃，然后我们退副院长。那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他的方案。那我当天的状况就是听他的方案，我没有提过任何的方案，也没有回应任何他的内容。也就是说，我是把他的善意据实的回报到党团，还有回报到党中央。所以我们在此之前，我们接触到各方的意见都是一样的态度。到1月29号，我们就开放了所谓两组候选人到这边来拜访。原因为何？原因就是29号以前，太多的人透过各种的管道，想要来跟我们党团的成员，包括个别，跟党中央来沟通。所以后来主席还有我们大家决议，就是个别不再接受任何的私下访问，私下约访都不要，就来党团。所以29号才会各位看到的两组龙头，立委，立院龙头，还有他们副院长的人选到这个地方来拜会。所以在30号，我们做成了决议。30号做成决议之后，就是民众党的方案很确定。这个过程其实可以，各位可以去找一下2月1号《自由时报》周景文所写的那一篇报道，他内容里面其实很清楚地说明了民进党透过很多路人想要来跟民众党沟通，那个都是在我们做成决议之前。然后同样的，当天2月1号早上的《自由时报》已经把这段时间写出来，也就是说，民进党透过各路人马来跟民众党沟通是一个事实，而且已经在2月1号早上被报道出来。那个时候就已经呈现出所谓的民进党的前主席有来沟通，这个事情不是民众党报的料，是《自由时报》当天早上就已经报的料。那报了料才会有下午，包括吴征，包括两个媒体，一个是 ET Today， 一个是三立，去做了说民众党主动联络民进党要谈立院龙头副龙头，也就是说，他们明明知道，尤其是《自由时报》已经爆料是民进党来接触民众党，可是下午他们又做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扭曲的放话。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告这个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卓主席讲的是事实，他是1月25号跟我说的。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自己的方案，我们就是听，所以他听完他的方案之后，我们也是转达回来，所以后来都会成为我们做决议的参考，但是我们没有跟他做出任何的承诺或者是具体的交换条件。30号我们做完决议之后，就已经正式在31号公布我们的方案，也就是不可能再去跟人家做任何院长相关的交换。所以我觉得过程里面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们认为善意的沟通是好事，这也是我们进到新国会希望能够跟两党将来在国会不管是议事或者是各种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够达到良善的沟通。可看起来这场院长副院长的选举，在民进党来说，他们是属于所谓党内的内斗，很清楚的是内斗之后自己爆料，然后还要自己去扯台湾民众党，那不同的人来不做不同的接触，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家务事，请他们自己先去问问你们自由时报当天早上为什么要这样写，可能比问我还要清楚。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